如果講 training， 我諗係講翻我由踏入演藝學院嘅嗰一刻開始，演藝學院嗰三年嘅學習就係去認識你自己作為一個演員，你擁有嘅嗰個工具，嗰個工具包括我哋嘅聲線啊，我哋嘅身體啊，我哋嘅表達能力啊，我哋嘅想像力啊，我哋嘅集中力啊，我哋點樣去保持嗰種對事物嘅好奇啊，對人類嘅好奇啊，對人性嘅好奇啊，即係呢啲嘢就係喺演藝學院裏面學到，而你學完之後嗰樣嘢係跟住你一世。我覺得無論你是不是從事演員的工作都好，其實如果你有以上我講的東西，其實你都會覺得人生是更加有趣、更加精彩的。